哦，你差一点点哦，你有的，小心哦。你可以选择再放慢也没关系啦，我会让你过啊，你就是看你自己啊，不要翻就对了。没有，现在就是领先的，就是跑走，你也不要硬追，就是这样子。你要知道你的速度，说不定他比赛的时候，说不定前面那个人也会犯错，你懂吗？你不要去，就是比赛不是一圈而已，你要记得，车子我们是要稳，要把它跑完。阿雷利也是在开始下台，快也在通过考验。有的他们要吓你哦，你要忍住哦。你要记得，这个时候慢不是慢哦。就现在就很像比赛，前面有领先的啊，你有点追不上去，可是你会想，你会有想要追。